second every day. I spend hoping we never change, loving you. Never wait or hesitate to tell me what is right here with me. Oh, you make my day in every way. Lipstick 就是我听的九零四号，然后呢，随身带一个耳机子，这个隔音效果还挺强的，就是容易从耳朵里掉。还有一个随身的水彩小盒子和它的一支水彩笔，万一做在那儿特别有灵感的话就可以用到。还有一个 CCD， 因为这个相机它很老，然后它用到的那个卡只能通过电脑读取，所以有时候拍的照片要隔好久我才想起来要从电脑导出来。但是它拍出来特别加了闪光灯，效果就非常的绝。看着小，但真的很厉害。